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阿 Lam 继续同大家分享梅恩嘅演艺人生。咁上一回咧就同大家分享阿梅恩嘅演出，就分享到1962年。咁今日咧就由1963年开始讲起啦。1963年。有呢个魔爪神鞭，咁啊梅恩就饰演大哥呢个角色，跟住铁鸳鸯就阿梅恩就做阿康，跟住就苦海亲情，阿梅恩咧就做何福呢一个角色，跟住就系五间雕妻啊，啊就阿饮姐嗰套五间雕妻。咁就阿梅恩咧就做呢个何飞龙嘅角色，跟住就系八仙闹东海。咁阿梅恩咧就当然系做阿汉钟离呢个角色啦吓。跟住一套雌雄双剑侠，咁梅恩就做袁允，然之后就鹰娥杀嫂，咁梅恩嘅角色就系林大福。跟住就系双雄镇九州，跟呢套双雄镇九州都系阿饮姐嘅戏嚟噶，啊，咁就阿梅恩咧就做乌大龙，就成日跟住阿任剑辉嗰个师兄，唔知师兄定师弟啦。咁跟住咧就系锦绣天堂，就系1964年噶啦。咁阿梅恩就做呢个戏班嘅职员。咁就1964年嘅就仲有行运老爷车啦，咁阿梅恩就做吴志良，咁呢套行运老爷车就系啊张英才同埋林丹做主角嘅，然之后咧就到玉龙三戏胭脂府，就阿梅恩就做石中宝。咁跟住一套就做就系、是、孙悟空杀七打九尾狐，咁啊梅恩当然就系做猪八戒啦吓，咁、啊、跟住就系一流十四火啦，咁梅恩就系做呢个烧坏人，然之后话神侠闹江南，咁吴阿梅恩嘅角色就叫做吴秀。跟住咧就系、是《倚天屠龙记》第四集大结局，咁阿梅恩嘅角色咧就系、是、做阿雪不得，跟住就傻大姐当兵，啊，咁阿梅恩咧就做兴百明，然之后就跟住都系一套孙悟空嘅电影，孙悟空三戏。白花仙，咁啊梅恩就当然系做翻猪八戒啦，跟住就有一套摩登马骝精啊，咁啊梅恩嗰个角色咧就叫做猪八戒，然之后就有一套乡下妹出醒，乡下妹出醒，咁就梅恩就做沙尘贵。然之后就跟住就系看牛仔出醒，就阿梅恩就做古惑明，跟住都系1965年啦，到1965年火烧平阳城，然之后就有一套太太日记，啊呢套太太日记就系南红做主角嘅。咁阿梅恩咧就做姚恨水，跟住就《倚天屠龙记》嘅第三集啦，啊1965年嘅，咁阿梅恩就做雪不得，跟住就一套阿珍要嫁人，就阿梅恩就做啊钱开眼，然之后就婚姻大事。
咁跟住咧就有一套66年噶啦，跟住呢个一婚姻大事都系1966年嘅，同埋阿珍要嫁人。咁1966年就仲有通天晓，咁佢就饰演陈大成，跟住就系傻大姐捉贼，咁阿梅恩嘅角色就叫做响尾蛇。跟住就有一套孙悟空大战群妖，咁啊梅恩当然又系做猪八戒啦。咁跟住就系太平山八仙奇遇，咁梅恩就做翻阿汉钟离啦。跟住就有一套1967年噶啦，呢套就1967年啦，第一套咧就系逢门淑女啊。咁啊，梅恩就做九少，跟住就系七剑十三侠，咁梅恩就做罗桂芳，然之后咧就黑白飞天猫，跟阿梅恩咧就做呢个梦龙，咁就然之后就有一套苦海娇儿啊。咁啊，梅恩就做呢个火头饼，然之后就系情种，咁啊，梅恩就做许沾手，咁仍然系67年卖档姐，咁梅恩嘅角色就叫做李家富，跟住就系怪侠一枝梅，咁啊，梅恩啦嘅角色就系、呢度冇写啊，唔好意思。咁跟住啦，就系、是、瘦身大丈夫啦。咁啊，梅恩嘅角色就叫做前世五。跟住就有一套拜倒莫迷你裙啦。咁呢个就系1968年噶啦。咁刚才嗰套瘦身大丈夫都系1968年嘅。咁啊。拜倒梅里迷你裙啊，梅恩咧就做呢个佘子明啊，然之后就有一套怪侠三气烟之虎，咁然之后就有一套多情妙策，咁啊梅恩就做呢个刘总管啊，跟住有一套啦，就系、是、大家欢乐在今宵。咁然之后就到1969年啦，就系、是、威风大笑，恶千金。咁啊，梅恩咧就做呢个孔重柏。咁呢套就系阿胡枫做主角嘅。跟住69年仲有一套入伙大吉。然之后啦，都系69年雪芳的人。然之后有一套查理就捉错猫，跟住就系、是、都系69年嘅成家立室，跟住咧就大盗歌王，咁梅恩就做呢个包探长，然之后就一套餐搵餐食就餐餐有，咁梅恩就做呢个刘皇伯。跟住又到1970年啦，满天星斗佢就做丧光，三国原创，咁佢就做呢个肥佬猪，然之后就一套一代君王啊，咁佢就做呢个赌棍同身奔同身宝啊，跟住咧就有一套神探一号。然之后就一套满肚蜜圈，琼花仙子，琼花仙子就即系阿欧阳佩珊同埋林锦堂嗰套啦。咁跟住就三美挑情啦。然之后74年就街知巷闻，天天报喜。跟住76年就千奇百怪，就俏女容。跟住就1987年嘅就系标错心，然之后就系天师捉奸呢套戏咧就1990年嘅，
咁就一呢套戏之后咧，就系、是、梅恩就冇再拍电影啦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梅恩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唞一唞先。咁就下一集咧就会同大家分享阿梅恩，原来佢出过好多长篇粤曲噶喎，阿梅恩。咁如果你想知道阿梅恩出过啲咩长篇粤曲啦，就记住喺下一集收睇啦。好，今集就讲到呢度为止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eon 频道。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